你来了来了来了，亲爱的宝贝 ，You are my superstar。这天是父亲节 ，B 哥哥就跟女儿中意一起出席慈善活动，大秀父女情。不知中意又为爸爸准备了什么礼物呢？我送咗一个鸭啊，系啊，咩嚟嘅入边？入边系冇嘢，他自己把一个。就是比较环保，那个用完的昂，那时候他就给我放一些我喜欢的东西啊，比如说弹吉他的 pick 啊，茶叶啊也可以。那然后我还有那个，大女儿就画了一张很漂亮的那个父亲节的卡给我，小女儿也是，两个都有画，都有几个女都有，不过呢就一早就跑掉了。太太表示咪陪我饮茶呢咁啊，好俾面噶啦，因為佢唔飲茶嘅啫，佢覺得佢覺得啲台灣妹咧，佢台飲茶咧，就覺得係唔啱佢胃口嘅。另外 ，B 哥哥也為中意提前兩個月慶祝11歲生日哦。因為他是8月才生日的，但是因為通常八月呢，所有同學都走掉了，都不會在香港，所以就先給他辦了。就给他一个很开心的 party， 因为两年没有办了，今年一办就在游泳池旁边，就订了很多好玩的东西。至于最近在被传出患上脑炎的关之琳，就为这些不实的报道感到十分气愤啦。那个已经传了几十年了，都我还没死还在呢，所以这些传闻都是假的，你们可以看到。全文嘛，就是没有根据的嘛，所以就很不好的。那因为那些做这些新闻的人，我觉得很无聊哦，因为没有这个事情不可以这样乱写的，因为会影响人家的生活。那每年都传，每年都传好的或者不好的新闻都没有证实，都要写。那大家，我觉得写好的就大家笑一笑了，但是如果写的太过分了，我觉得有点离谱。那每次我都是用法律的行动，但是还是有一些很无聊的人用一些微博啊，上微博写一些没有根据的事情，所以我一定要骂，一定要要找到这些人，然后要请罚他们，我叫法王请罚他。你来了来了来了，亲爱的宝贝 ，You are my superstar。这天是父亲节 ，B 哥哥就跟女儿中意一起出席慈善活动，大秀父女情。不知中意又为爸爸准备了什么礼物呢？我送咗一个鸭啊，系啊，咩嚟嘅入边？入边系冇嘢，他自己把一个。就是比较环保，那个用完的昂，那时候他就给我放一些我喜欢的东西啊，比如说弹吉他的 pick 啊，茶叶啊也可以。那然后我还有那个，大女儿就画了一张很漂亮的那个父亲节的卡给我，小女儿也是，两个都有画，都有几个女都有，不过呢就一早就跑掉了。太太表示咪陪我饮茶呢。咁啊，好俾面噶啦，因為佢唔飲茶嘅啫，佢覺得佢覺得啲台灣妹咧，佢台飲茶咧，就覺得係唔啱佢胃口嘅。另外 ，B 哥哥也為中意提前兩個月慶祝11歲生日哦。因為他是八月才生日的，但是因為通常八月呢，所有同學都走掉了，都不會在香港，所以就先給他辦了。就給他一個很開心的 party， 因為兩年沒有辦了，今年一辦就在游泳池旁邊，就訂了很多好玩的東西。至於最近在被傳出患上腦炎的關之琳，就為這些不實的報導感到十分氣憤啦。那個已經傳了幾十年了，都我還沒死還在呢，所以這些傳聞都是假的，你們可以看到全文嘛，就是没有根据的嘛，所以就很不好的。那因为那些做这些新闻的人，我觉得很无聊哦，因为没有这个事情不可以这样乱写的，因为会影响人家的生活。那每年都传好的或者不好的新闻都没有证实，都
都要写，那大家我觉得写好的就大家笑笑了，但是如果写得太过分了，我觉得有点离谱。那每次我都是用法律的行动，但是还是有一些很无聊的人用一些微博啊，上微博写一些没有真根据的事情，所以我一定要骂，一定要要找到这些人，然后要请罚他们，我叫法王请罚他。